级表偏贵，然后作为在半岛打工的游子，每次要回家一趟，尤其是佳节期间呢，很多人会觉得负担重蛮沉重的。就像光华这面提到的，如今政府它就容易看到四个佳节的一个补偿机票，那么打工打工的机票的一个机制，以及其他问题，最近国内疫情再加上新的变种病毒，发文提醒国人必须要注意一些特别事项。那接下来的生活应该注意。